庙会要进的。
候，对于当时呢这个芦洲的中山一路这边哦，造成非常严重的交通堵塞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当时这个车辆，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，几乎都以时速不到5公里的这种龟速在前进哦。那因为呢，就是另外这一边的车道呢，几乎都被庙会的人群啊，